朋友们，这节课咱们来学习免字底的写法。那我写免字底。免字底，免字底啊，整个字不要写的太宽啊，扁扁的。这个就是。这些竖和这些竖啊，这横折这些竖，它是一个往右下倾斜，一个往左下倾斜。这就是这些横，下面这些横一定要有力度啊，长的不能写的太短。这四个竖法是等距的。整个字形啊是往右上抗加。下面我再来写一下。免字底，下面我再写几个带有免字底的字。盐啊，吃的盐。监啊，监管、监督、监视。意啊，有意，好意，益处。孟子啊，好朋友们啊，民字底的写法啊，现在讲到这里，咱们下节课再见。